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由左而右了，将相邻的两束河填入右方的空格中，如这个图，一加二等于三，二加三等于五，三加五等于八。那利用这个规则哈，找出 x 来。好，那依照这个规则的话哈 ，x 加负三等于 a 嘛，也就 x 减三等于 a。那负三加 a 等于 b， 也就 a 减三哈等于 b 呀、啊。哦 ，a 减三等于 b。那再来是 a 加 b，a 加 b 的话哈，等于多少？等于五了。好，那我现在求 x 嘛，我现在把 a 带掉好了，或者把 b 带掉。b 带掉的话哈，这是 a 加 b，b 是 a 减三嘛，这等于五，也就二 a 哈等于多少呢？三移过来八，也就 a 等于四啊。那 a 等于四带进来，所以哈，这等于四嘛，所以 x 就等于多少呢？四加三是七，所以 x 等于七。